大泽，很奇怪，这跋山县城一个守兵也没有，难道他们弃城逃跑了吗？李长鹏，你把自己的诸葛亮了，还摆个空城计，可惜。 不是司马懿，我们大人把帝国的皇军是不会杀你们的大的。炮击城楼，嘿，一连准备，开炮！这狗日的，真炸过来了，连长。 小鬼子都炮轰到咱们家门口了，真不反击啊！怎么了？手痒了？痛痛快快杀鬼子，那才叫过瘾呢！啊，在哪儿呢？那儿呢？啊，就在那儿呢。刘少，给我打！停停停！让他们给跑了。 肯定没走远，给我追！快走！追！走！快！快！营长有命令，就算城楼炸毁了，也不能还击。咱们走。好，走。李灿鹏。 大佐，我军已向城门发射20多枚炮弹，中国军毫无反应。看来跋山县城的确没有人守城了。难道他们真的弃城逃跑了？既然如此，只要我们不费一兵一卒便能占领跋山县城，大佐，是否可以进城了？大佐，我觉得这些中国人。 非常的狡诈，我觉得还是让属下先去刺探一下军情。哟西，很好，程义军，你先行开路，进城以后仔细搜索，如果发现李昌鹏就抓活的，如果发现里面是空城，就给我们信号。嘿，去吧。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先放他们进城再说。传我命令下去，以免打草惊蛇，全体士兵隐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枪。是。走。小心这里有埋伏。 奇怪，我觉得这座城有点像个空城。你们先四周检查一遍，然后向大佐汇报。你们两个去那边，你们两个去那边，你跟我来，嗨。
我们这里很奇怪，程远军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大嫂，要不要属下派人进去看看？不，再等等。 小石头，别乱走啊！别乱走！老人家，别害怕，我们皇军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。营长，怎么办？把他们救下来，这样会不会惊动城外的小鬼子？不管了，我只是想问。 这里的守军都到哪里去了？太君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把枪收起来，用小刀解决。是。记住，悄悄的过去，千万不能让鬼子把枪打响。是。王勋，陈二，分头行动。 老乡，鬼子马上要进城了，带着孩子赶紧走吧。谢谢，快，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谢谢。狗日的，等会儿，先别杀他。 有用，老实点。 向我们招手。游戏，大佐，看来藤野君已经拿下了巴山县城。李成柏，李成柏。 藤野君，这是好样的！是啊。看来中国的军队也不过如此嘛。这也是大人们听候的庇佑啊，可以向徐元将军交代了。
Yeah!